土豆料理，没有胃口，我觉得可以吃这个。不是哎，土豆泥瀑布，哇，罪恶感哦，这个，嗯，开胃哦，我成功。大家好，又是我美好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欢迎来到了美好煮咩，今日煮蕾蕾，今天要煮什么呢？今天特别了，蕾蕾有点重，我把它放下来先。那天土豆哎 ，J， 我们给了一些 hint 人家，今天就是要用这个土豆来做三个土豆料理，因为我们在小红书看到这个乌豆泥土豆，又名为 potato 啦，就是我们讲的马铃薯。我烂煮啊，对，很像下来，所以。不，你是 focus 我啊，都像。我平常咧也是会吃马铃薯的，可是我们通常吃马铃薯的时候，就是可能煲 A B C 汤啊，可能去吃火锅叫那个土豆片。然后我们在那个小红书看到各大博主都用这个土豆来做到，平时不是我们看到的料理。对，今天我们就来挑战它。首先，今天的主角有我们的土豆，这个土豆真的是要谢谢景轩，大家都不当案。不客气，这里是种土豆。景轩的家里呢，可能有一片地是种马铃薯的，说这些是 sponsor by 景轩，谢谢。干妈，这是他亲戚家卖的，说他就想说他能贡献的也只有马铃薯，所以他就带马铃薯给我。那么第一道呢，我们帮他取个名字，因为我们需要到茄子跟土豆，还需要一碗饭，土豆茄子捞饭，会不会有点长？不会啊，六个字，土茄捞饭，茄土捞饭，豆茄捞饭。材料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马铃薯、茄子，配菜我们有这个葱啊、香菜，还有那个青色的辣椒。这个辣椒其实没有很辣的，纯粹有一个辣椒的味道，要放不要放都 OK。香菜看个人，因为我很喜欢吃，所以我什么料理都要放一下香菜。哎，不好意思咯，香菜加下去才是灵魂。首先我们先切茄子，那个博主他们都是随便撕开，因为你就是炒哦，你还会弄到一撇这样子的嘛，所以我就觉得啊，让你这样灭。手撕茄子？对，今天是手撕茄子，就这样就好了，因为你炒了之后它会软软的。OK， 我们先弄热锅，放点点油，好多点呢、啊。我不知道你们的一点是怎样，反正我一点就是这样。我们就把这个矮瓜跟那个马铃薯炒软，我们等下炖它了。炒到它稍微有点软呢，我们放那个黄豆酱。豆瓣酱讲错了啊，不一样是黄豆酱，豆瓣酱是辣，黄豆酱是带一点甜的。然后酱油、蚝油、鸡油各一勺，炒炒炒，然后拿放水，哇，很香了。哦，我们先放葱辣椒，葱不要先。OK， 我们就关盖给它们煮15分钟到软为止。去吧。哇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土豆泥，哎。我们现在要开大火一点收干汁，然后呢我们就把那个葱放下去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捣成泥啊，没有胃口，我觉得可以吃这个味。土豆茄子捞饭终于做好了，在我左手边我放了香菜，因为在我右手边是个没有香菜的，闻是很香啦。我们特地煲饭呢，喂，可是小心吃哦，烫，小心干，烫啊烫啊，嗯，还是很烫。不是哎，它是那种土豆泥料，可是我在嚼着那个茄子的味道。我觉得吃这个不会腻，如果你是吃那种一块一块的土豆哦，那个吃很饱哎、嗯。我觉得很咸一点。我觉得香菜可以多一点。不是，倒是那种山珍海味那种美味，它是那种家庭菜那种简单啊，嗯、给小朋友吃的。我家常菜。嗯，刚刚明明很饱了啊，吃了一口喽，还是可以吃下去。嗯，这个菜哈要看个人，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冷白白的东西，嗯、我可以接受啦。Okay. 如果你是可能不喜欢冷白白的东西，我觉得你不用捣这样烂。为什么你会看到有滴滴这样子嘞？因为本身土豆哦，它会有自带淀粉了的、嗯，所以它就会变成这一种好像潮州的 texture。对，好吃。
好吃，你就可以加洋葱。其实这个菜呢，你要加什么都可以。你觉得哎很清淡的，要加肉碎你也可以加，或者加蘑菇啊那些。好吃好吃，十分给几分？九分半，我觉得可以咸一点。十分。这样简单的菜就售卖了它，因为我喜欢茄子。我也是，可是好像没吃到茄子的味道，这样是倒太烂了，只剩下那个茄子那个籽，吃到那个种子。现在到景轩试吃绞心烫，我的是没有香菜的，加了一点哇，很香茄子味耶，我的是香香菜味，嗯，很好吃哦。我的这个吃到蛮多茄子的口感，而且我们放青辣椒，它没有辣，是不是？嗯，它就是给它有一点提味，对对对。哎，好吃哎！那我回家就随便煮一下就可以吃了。我觉得你们中间可以放一点点糖，让它的那个味道提升。糖我就觉得还可以再咸一点哦。其实这个也是够的，它就是很原材料的那个味道样子。你咸一点就更扒翻了。对对对，刚才我没有放太多豉油，是因为那个黄豆浆本身我怕有点味道啊。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吃茄子，你可以茄子再放多一点。嗯，很开胃耶，喂，好烫哦。可是这道菜要趁热吃，我觉得冷掉会惹力。我给五分。今天有两个十分，下一集你可以再来。真的吗？嗯，好吃哦又简单。我上一集也是给十分，所以我今天才会出现在这边。J， 你上次明明是给六分的，没有啊，我有一道菜给十分啊。那个中间那个虾，你生病没有得吃？哦，我现在还忘记啊，卡掉那一盘好没 ？Sorry。这边只有一条茄子跟一粒大粒的马铃薯，它就已经煮到很像三四人份了。五个人的份吧，是哦，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吃多的，那个土豆那个淀粉会弄到你很饱，除非你是单单想要做这道菜啦。丢丢丢，你讲到都丢。我爸爸也说好吃。第二道我们要做的是土豆泥捞面，感觉这个名字就是好饱，因为我们刚才吃完一碗饭，然后我们在吃饭之前呢，我们刚才有去吃了板面，应该不要吃板面了，应该吃其他的。是哦，我们应该空着肚子。其实做法呢，跟第二道呢，它是跟第一道差不多咁上下的，只不过我们会再加其他一点点的 ingredient 下去。讲到土豆泥捞面呢，当然是要有面呐哈，特别买的上海手工面。那你买上海，在上海寄过来的，我们拿一点点就好了，我们削削吃，因为有点薄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要先煮啊那个土豆，然后等一下我们撒两面呢、啊，淋上去就 OK 了。Let's go。现在我们弄热锅，倒一点油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蒜米跟小米椒下去爆香，然后我们顺便爆香我们的马铃薯，小心哦，会有一点点刺眼哦，很辣哦，饱了。哇、哦，你忘记了火柴头有水啊？来，我们现在放少许的盐，五香粉一点，蚝油，哇，那个哇，五香粉，酱油。蚝油，哎，蚝油，蚝油有了，有了，黑酱油，黑酱油一点，给它上色，哇，加水，盖过土豆，加一点点东西，我打算加罗干吗？一点，半汤匙吗？半汤匙就够了。看到，因为我们土豆很少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买的是豆豉的，我们先放葱。刚才我们没有放到糖嘛，提鲜嘛，我们放它就不会太死咸，放一点糖。麻辣土豆啊，对哦。一样十五分钟，去吧。口味这种东西呢，你可以自己调的，因为有些人喜欢吃咸一点，就可以重口一点；如果有些人喜欢淡一点的话啦，你就不要放太多那种盐呐、酱油那些。土豆泥捞面终于很期待啊，真的，因为我们有加黄瓜丝的原因是因为怕太腻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一道，感觉可以放多一点点水哦。跟刚才的味道真的很像，黄瓜丝有加分，因为如果没有加黄瓜丝的话，感觉会跟刚才那个一样。这个会偏辣吗？有辣一点，然后吃到老干妈的一点点味道，它是一点点罢了，对，没有到很辣啦，它就一个提味吧。OK 啦，但是这个不真的不能吃多嘞，会很饱。或是是我们真的很饱，所以觉得这个东西很饱，是好吃的。就是可能你不要做第一道，又再做第二道这样子，就太接近了，你会好像没有差别，你就觉得很窄。可是 OK 啊，我觉得这个面，这个一定要放肉碎啊，对，加肉碎会好吃一点，因为如果没有肉，感觉很。哇，不难吃啦，我觉得。记得大家加黄瓜丝，比黄瓜丝清爽一点。嗯，哎，忘记加我要香菜，香菜加分。果然还是得香菜出马。下一集香菜
料理，那给我请假吧。不可以，香菜 pancake， 香菜汤，香菜炒饭，香菜面，香菜排骨，香菜鱼。这个十分嘛，我给自己七分半酱了，因为这跟刚刚的有一点像，它没有不好吃，我很饱。这个我会给九分，它是好吃的。他怕没有给十分，下一集看不了哈。我应该要给最低分，但下一集香菜我就不用来了。那我给零分。那你可以这样写，人家觉得也是很好吃。我个人呢喜欢吃马铃薯，可是我比较喜欢吃甜的，然后脆脆的口感，软白白的，不是每个人喜欢的，有点吃不惯。对对对，但是。酸辣土豆丝啊，或者是 potato chips 啊，还没看帕豆要炸，要炸要紧。mash potato 我喜欢吃。哎呀，我们应该弄那个 KFC 的那个 mash potato 啊。哦。帕豆。非静止画面。给呀，你给几分？太过分了，八分。多你给几点五哎？我对我自己要求比较高。我觉得可能要咸一点，放烧肉之类的。哇，烧肉！烧肉，哎，很客家菜哦，如果加烧肉。我们今天吃斋，如果多一个肉碎就很够了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定要有肉煮哦，它比较提味。可能加有那个肉碎就，哦，客家人要加肉啊，咸一点，一定要烧肉，咸咸一点啊，嗯、叫倩影煮哦。我是咸吃。喂，淫荡！哈哈，你给杰子吗？隔壁家的厨师龙叔又来了。如果你那个没有什么油，你跟那个面要漏一点油，看到好像很干的、啊，跟我人一样。啊，有油分来讲啊，它有303，你看到哇。味道嘞？味道不错。因为我还担心我爸爸哈、哦、不喜欢那种冷白白的东西。是分几分？八分。哇！隔壁龙叔又来要偷 recipe 了，不可以看。你觉得这个土豆泥捞面可以做吗？这个生意？做生意啊，啊，拿来自己吃都 OK 了。像鸡肉碎啊，还是什么，有点口感。因为我们的 budget 已经在土豆了，没有钱买肉了。冰厨有肉，鸡肉啊。我们今天吃斋。第三道菜，土豆泥瀑布。加火鸡面，想想名字都觉得很饱。我们就准备了土豆泥，大概一粒半这样子啦，看你的人有多少咯。然后我们已经把这个土豆泥蒸了大概15分钟，现在我们要压它。现在看到这个东西？对呀、啊，压它。哇，很疗愈，这种感觉。这个好方便哦。是咯，该我们那边用叉啦，又用那个铲呐、啊。现在你看到哦，它有一点点粗糙，粗糙这样子没有关系，我们等一下还要用这个来过筛。这个东西还要是跟牵引借的哎，我家没有 ，OK。哇，让它更细腻哦，这个。哇诶、欸，哇，它好像开花，很像那个豆腐啊，我们切了碎碎那个。哇。然后还有男朋友第一道菜就是弄这个，这火鸡面吗你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过筛完了。你看，哎，你看，哇，黏腻。哦，看到吗？土豆泥，啪啪啷丢下去。我们现在不要开火先，因为那个锅已经有余温，我们先用余温来弄先。首先呢，先放盐跟胡椒调味，少许的胡椒，少许的盐，可以稍微放多一点，因为土豆泥好像是什么咸，搅拌。OK， 这个时候可以开小火了，因为我们要放起司了。起司，然后放我们的牛油、牛奶。哇，好像好吃这样哦。两片起司，喂，很香嘞。哇，你看嘞，很香嘞嘞 ，cheese 啊。妹妹，你也喜欢 cheese 啊？来吧，我们加起司吧。哇哇哇哇，有点过分哦。我们要拉丝，感觉可以放多一点点。哇，这个可以做芝士火锅，全程要小火，各位。我跟你说，我从来没有自己在家弄起土豆泥，而且是绵密的。我们做的时候，我该有点吓到，好像餐厅煮的这样。那火鸡面已经煮了，我们不能吃这样，让我们放半包。所以现在见证奇迹的时候，哇！哇，罪恶感哦，这个哇，这个其实有点太多了。我们要点缀，哇，感觉很美妙。哇，很有罪恶感，我很久没有吃火鸡面了，我是很久没吃。嗯嗯，
很好吃，有饱腹感。很多人就放 cheese 而已嘛，所以我们就吃到 cheese 火鸡面的辣味嘛。可是你这个吃下去哦，有那种 mashed potato 又有 cheese 的味道，很好吃，就是会很饱。你可以这样辣，大家有要吃吗？很香，还是跟着我们。对，没有这样辣，很好吃哎。辣，好吃好吃，这个那个 cheese 我们以为放太多会抢到土豆的味道，并不会。嗯，你很开胃啊，本来想要吃一口吧。是啊，本来不要吃了。吃分给几分？10分。哇，那个cheese很好吃。再放一点 hot dog， 晚餐就解决了。也是可以再咸一点，但是它这个味道很腻嘞。吃到刚刚。我觉得单单吃土豆哦，然后你再弄那 KFC 的那个酱 ，mashed potato。我觉得我的会比 KFC 来的浓郁一点，因为我放 cheese。对，我们自己加料。看这个粉团，不讲薄的没？吃不饱了，还是看颜色吃东西的，这个可以，是不是？我就不吃啦，留给这对神雕侠侣。这个是雕，大雕，它咕咕。这个我也是要趁热吃，因为它一旦冷了的话会变成一盘。因为它加了那个 cheese 没有这样辣哦，我觉得那个火鸡面的那个辣椒可以多一点。很香哦。它是不是不是像 cheese 这样，它还吃到土豆泥的那个味道？我以为它是很像很嚼劲，很难咬。不会，它是那个绵密的那个土豆泥哦。所以哦，那个过筛这一个步骤很重要，要不然你会吃到那个土豆泥有颗粒感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可以辣一点，这个完全没有辣，放很辣哦，然后配这个泥哦，吃应该就是不辣了。对对对，你说配点肉，火腿呀。这个看情况，因为它是肉食动物来的，很喜欢要配肉的。我觉得可以加火腿肠。哦，你看这一口，我跟你说，吃看你不要掺面吃，你吃这个土豆泥，然后有 cheese 的香味，然后你就是还在吃 mashed potato， 还很稍微这个，对，因为它还有鱼。哦，好吃哦！也不会腻，很奇怪哎，很开胃哦。我成功了，真的都可以给。虽然它这一个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它的过程比较麻烦一点。大家，我用一粒半的那个土豆泥已经是可以做一锅了。这个分量你可以煮两包的火鸡面。吃哦，很好吃，我给你十分。真的是这个十分，第一次全部给十分，你是十分啊？真的吗？你可以给九分，可以讲了。他再不想讲了，他想快点吃。九分半，九分半，拆个肉，一个肉。肉的要去龙叔那边了，你去龙叔那边吧。超好吃，超好吃。感觉到如果我们煮辣辣的豆腐鸡，哦，我要吃，我想吃哦 ，Korean fish cake。哇啦，感觉可以哦。而且重点是哦，没有粘锅，记得全程要开小火。如果你要那种拉丝的感觉啦，你们要买那个 mozzarella cheddar， 不可以少，一少就是没有那个感觉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放整包刚刚好。本来我也想说一包火鸡面吃不完，吃完了，可是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子吃。今天的美好鸡面就到此结束啦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然后如果你们有用土豆弄料理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带我。我觉得这三样，我感觉比较喜欢最后一样。第一样跟第二样是看个人的口味，没有难吃辣，但是会很饱。就比如说那个前面第一样啊，今天会在家煮饭啦，你煮那个哦就够了，你不用再煮其他菜，因为那个真的是很饱。比较喜欢第三样是很神奇，它不会吃到很腻。对，那第三样哦很奇怪，土豆哦就很感觉很饱嘛，然后又再加大量的 cheese， 不是很窄又很腻很蛤蜊，并不会，你们可以试一下哟。我觉得土豆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啦，如果你们想要再看 Bug 兔来讲的话啦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或者是刚好你们又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啊想要我 try 的话啦，我可以试给你们看。拜拜。我觉得摩羯座的女孩子真的是非常认真。为什么要访问你这个东西？为什么你会觉得摩羯座这么好呢？因为我就是摩羯，很认真，做事真的是非常的有效率。天秤座就是善良，做东西会考虑到很多角度。重点是什么？要公平，要和谐。屁！不喜欢跟人家吵架。请问你什么星座？天秤。来，天秤座的人就是注重外貌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她们喜欢看那种靓。说什么要上进心，样貌不重要是骗人的。对，我没有针对天秤座，我只是针对天秤座的千金。早饭 ，OK， 今天早饭只剩下这两道菜，你还会吃吗？不吃了，我要打我。